天然原始 ID 15008洛阳老虎，2005年就会用智能 ABC 了。这五位的 ID 必然是03年的。我第一个号是08年的，是七位 ID 16667啊。我开头的号是16670，08年的号啊，这是03年的号才会有五位的 ID。59点成就，洛阳老虎，门派十多领，修炼为零，辅助技能为零。师门技能随便有点，在游戏里的时间总共是31个小时，当时他玩的时候是4毛钱一个小时，乘以0.4，所以说这个号总共花了12块4毛钱啊。上号领了点老玩家回归的东西。梦幻西游十大经典召唤兽，第一个就是海毛虫，出生猫奴选的海毛虫，好毛虫工资高，而且两个技能是物理系的技能，59级带32级的宝宝，等级有点啊低。以前没有仓库，所以说仓库不用看，直接看好友。这个号还要放在藏宝阁登记。老板，我劝你别登记了，这号你上架我都不知道摆多少钱，手续费就去交给网易60块钱，谁买谁亏钱呀、啊？你说你卖65到手5块啊，你卖66到手6块钱啊？哎，也不是，能卖 ID 对吧？能卖 ID。能卖个03年远古号的什么人品 IP 啊、嗯？当时还是个家族，洛阳君临、洛阳五游子、洛阳精灵、洛阳紫金云、洛阳晴云啊，古香古色和天外飞魔。哎呦我去，这个人跟你关系不咋地呀、啊？啊，没有，他是没出建业城，其他人都能扫多少能扫个塔，还是有点好友度啊，他没玩几天。